擺脱咗電工放你嘅頭前啦，後面上嚟追佢咧，見到好望角，後面上嚟仲有步步用嘅嘛，精英大師就越贏越遠，但係好望角而家上嚟追佢啦，又係香港翻版叫啦，精英大師跑第一，好望角跑第二。去到最後200米嘅時候，碌啊，見到外國嘅 Kimi 有幾個接過咧，過咗啲嘢奔碌噶，跟住就係日平線啦，仲有咧要加倍上一啲，然後埋兩個奔騰咁樣嘅，只係中間 Kimi 就贏緊呢場賽事啦，奔碌咧跑過第二嘅。依然領先少少，仲係大過嚟，喳聲上到嚟嗰陣就萬千景象啊！後面後一個而家仲係揾緊位，依然領先仲係萬千景象，萬千景象應該可以贏香港杯，萬千景象跑得威爾斯親王錦標盟主，萬千景象結果黑少雷捧走香港杯。兜到嚟最後200米啦，榮俊之哥放順曬啊，接連咗三個身位，最出嚟威爾頓，最後100米，榮俊之哥拋嚟咗兩個身位，新紀錄越飛越近，榮俊之哥贏香港杯啊！前面再拎風刀就係越騎越有，而家先見到好巴巴中間好利威德嘅攬住啫，好巴巴就鬥緊呢個步步穩啊，越騎越有，好巴巴松靈胯之後發揮非常凌厲嘅後勁，好巴巴跑第一，步步穩跑第二，好巴巴衛冕成功，蘇炳麟。前面奇異光芒就過咗實業家噶啦，跟住上嚟就丹色同埋希利寶外邊上嚟，仲有呢個雞尾酒，奇異光芒依然大步大步咁領先少少嘅，希利寶追得相當之勁啊！睇下追唔追到啦，奇異光芒睇個樣應該可以贏咗香港杯，冇錯啦，奇異光芒跑第一。飛霸就鬥緊聖威王發達提，逐步攬緊上嚟嘅，飛霸村就已經帶嚟曬所有馬匹啦，聖威王同埋呢個發達提一路就爭2、3嘅啫，飛霸就捧走呢個香港杯，冇錯啦，飛霸跑第一，發達提跑第二。入面滿樂時逢馬過馬 S 走位上跟你啊，滿樂時已經拋離群區贏緊呢場香港杯啦。鬥到最後直路，前面美麗傳承已經拋離群區，拋甩咗三個身位啊，咁啊好有機會贏出呢場浪琴標香港一里錦標，好似神操咁翻嚟啊！时候外边咧，步步友亦都追紧上嚟，最后200米到啦，步步友喺出边好似行过咁，已经弹咗出嚟啦。后边争紧咧，仲有呢只大运财、精彩日子同埋大彩波士接近终点，步步友赢出呢场香港一里锦标，好轻松啊！入正最后直路啦，前面透出嘅马见到中间龙和比内有啊，最后100多米，龙和一骑内冇龙咁冇，已经抛离咗三个身位，赢紧呢场赛事噶，结果龙和咧就以一个无敌嘅姿态，咁啊再一次咧赢出呢场咧香港短途锦标啊！